从2007年开始，当人部分的发言是有挑战主席的裁决这个内容呢，定他自己听错还是生安白做呢？我相信是不需要刘江华议员澄清，我并不认为议员的发言呢有挑战到我的裁决。如果认为议员是挑战我的裁决呢，我是会不容许的。主席，是不是证明刘江华议员讲大话呢？是不是应该给我澄清呢？刘江华议员，那就可以澄清。主席，就刚才几位议员呢是有发言过，对于主席的裁决仍然是惴惴不休，是提出他的观点。亦都呢，主席你都提过譬如梁国雄议员是不应该再为这个裁决呢是会作出一些什么指责。咁主席你本人呢是讲过这件事，所以这个亦都是一个事实。我认为呢，我再重申一次，我作了的裁决就定了下来了。我认为大家呢应该是将注意力呢集中去讨论翻现在我们这个议题，就不应该再就已经我作了的裁决呢来到去发表意见。梁国雄议员。主席，我有没有挑战你有目共睹的？不是任何人可以讲，我就是挑战过你啦。有什么问题？主席原来被人挑战的嘛。看波都有啦，判错波咪咪抗议咯。请你就现在的议题发言。第一，我真的因为我逢系开亲呢啲咁嘅会咧，觉得好闷，好少人话听到，咁咪睇书，咁就有一本书个有两句诗，就系、是、阿马尔诺一个法国嘅文豪，一本反会都讲嘅，咁啊形容呢个会系最啱噶啦，亦都形容某啲人都最啱噶啦，就系、是、摊开像坟墓一样荒芜的床铺，睡得像战败者或死者一样深沉。这个是讲劳伦斯的。今天亲自葬送自己的理想的人最适合这两个诗句，一就是死亡，一个就是战败者。战败者是没有荣，是没有廉耻，没有荣辱的。我讲过，若果专制者是要强加专制于香港人的头上，唔该佢踩住我尸体行过去，呢个系战死。今日有人当自己系战败者同死亡嘅人，让人践踏，我无能为力。我记得阿刘江华议员讲话，讨论咗啦，梗系讨论咗好耐啦。林瑞麟局长做见证啦，11月下旬，张文光议员亲自建议这个方案，你说做不到的嘛，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区议会的方案你说做不到的嘛，终止了讨论的嘛，也都证明了11月开始，当五区公投运动有些眉目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准备用这件事来交换了。不用查了，信报卖了出来的，你快去 查就可以了。各位，我哋睇到嘅系乜嘢呢？我哋睇到嘅就系而家讲应唔应该仓促开会。小弟无德无能，唯有同呢个中学生或者大人上一课开会仓促嘅祸害。嗱，我哋睇到喺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政协会议开咗啦，闯出开㗎啦，有个共同纲领。到1954年有本宪法，算係好啲啦嗰陣时。革命时期。但係有一个叫做反右运动。又係开下会，毛泽东原来话喂呢、這个阳谋嚟㗎，今日大家听住呢个阳谋嚟㗎。双白方针，原来林希龄同埋林超两位死得咁惨，就是原来毛泽东突然间又写篇文章又反转佢，大家全党去学习，将嗰啲提意见嘅人打成右派分子，株连数以百万计，就係开一个会。梁议员，你呢、這个你唔使阻我，你识呢段历史嘅，我而家举一个例，闯出开会由领袖说了算，好似民主党咁系有祸害嘅。喺本会咁样做，就不单止一党之师，是几百万人的命运的问题，所以闯出开会之坏例此其一也。第二，
在庐山会议，根据李锐先生是毛泽东的秘书的回忆，庐山会议本应是反左的，只不过是彭德怀触动龙颜，突然间变成反右，又突然间在个会议上面就改，本应是反毛进反左，现在变成反右，彭德怀由此直到文革被人斗死，都是因为个会开一下又突然间整一样嘢又可以转的。闯说开会的祸害很清楚。第三个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整刘少奇，又是突然间讲出来的，是康生讲话刘少奇点点点点点，打成叛徒内奸公贼，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因为一个这样的会没有准备之下被人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就是这样闯说开会，不要再讨论了，而且很重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兴无灭之，全部最漂亮的口号。刘少奇死不瞑目，由于这样样文化大革命没有人去制止，邓小平都打成第二号 的走资牌，他执回条命，但是 邓小平走不过第二关，就是1976年当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站起来，在天安门那里讲话，我们不要现代的秦始皇，反对四人方，即是反对五人方，反对毛泽东的时候，4月5号有一个示威，他们说是暴动，4月7号即刻通过了一个决议，原来邓小平是坏人，所有参与那次 的示威的人都是反革命，全国追查两日，不用查，就是因为江青康生讲，全部人都集中开会要将邓小平撤职，要追捕反革命，又是两日之内开会，急开会就一定是这样，当日都有人讲的，喂你可不可以给个机会我啊，所有这些冤案的受害者都是说，喂你突然间讲我可不可以辩白啊，主席你是知悉这些冤案的，是中共现在自己平反的，是不是？还有一样，你不是说冤案现在跟本会现在讨论，不是开会开得短的，开会开得短的，没有议程的，突然间即是说改议程啊，是不是？庐山会议反左变成反右，是不是突然间改议程先？与主席你当你现在就是说，喂我照本宣科的，哥你是共产党员来的，你吸收党的教训得不得啊？做些好事啊。梁光议员，我知道你对历史好有兴趣。1987年，嗱，各位，1987年，当呢一个1986年年底，上海学运蔓延全国，去到北京嘅时候，胡耀邦俾人召咗开生活会，堂堂一个总书记，俾嗰班遗老用生活会逼佢自己辞职，呢日突然间开会，突然间转议程，本应系生活会。有咩作风唔检点，又有冇厕所够唔够水嘅，应该係。喂又突然间转咗，胡耀邦係俾人哋被逼要佢辞职，呢个係大家知嘅。由于咁样有错，到4月16号